今天我们拆一箱夹心海苔脆，看到没？你们收到的时候是满满的一大箱啊，它底下还有呢一层啊，满满的一大箱子，一共是给你们发十罐啊，它里面就是这种样子的啊，炸秃子，然后有两种口味，芝麻味和巴檀木味啊，和巴檀木的，是那种夹心的，一盒里面超级多啊，超级多，看到没？这么超级多。是夹心的，特别香。然后是一个给你们发十罐，特别好吃。芝麻味和巴檀木味。甜甜的，还有能吃出那种海苔的很香。这个是小孩都爱吃啊，我们送给小孩拍。那这个小孩的，可以给小孩拍，小孩都愿意吃，不管是小孩，我都愿意吃。非常酥，非常的酥脆。